要照那个空间。键盘。红光指示。红光老师。不是，你先那，你刚才又给点一下，就按那种红光指示就行。那个是动态的，它打成动态的。嗯。动态的。对啊。这样就行。不是有那种吗？那种就显示出来这个字母，那种红光指示。就是这个，它有填充的。不过就是大。填充的事儿。啊，你先不弄填充的，先把这填充上去之后，然后。打了。